消息透露，目前马蓉已被限制出境，他本人及其母亲涉嫌私刻公章罪。据悉，王宝强的公司从工商注册信息来看，宋哲曾担任股东，马蓉曾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有律师表示，如果马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或离婚期间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，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，但不涉及刑事犯罪问题。但是在公司股权结构变动以前或者变动过程中，如果马蓉伙同宋哲利用职务便利转移私吞公司财产，那就可能涉嫌和宋哲共同构成职务侵权罪。微博晒了几张军训前的照片，网友纷纷留言要他照顾好自己。近日有网友晒出王俊凯参加北京电影学院军训的照片，他一身蓝色迷彩服，身材比例超好，表情认真严肃，拖着的行李箱上还贴着自己的名字和生日。在照片中，王俊凯戴着黑色口罩，眉影英气逼人。要说王俊凯的眉眼，绝对是男星中数一数二的好看，以后演个古装男神绝对没问题。之前的古装造型也是广受好评，笑起来又是眉眼弯弯岁月静好的样子，高冷和暖男随意切换，王俊凯以后的戏路应该会很广。